接下来的三院的三院，很紧张的计划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这个珍珠奶茶。哇！珍珠奶茶。一个人翻译。没有翻译。没有翻译。不用的。如果三院买三院的话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一日男友。耶！一日男友。一日男友。哇！很难的，计划呢。我第一次来。哦，第一次来。对。哦，很多进入呢。嗯。八点。八点。今天来一遍上床。上床啊。为单笑。好。最近我努力。上课打一遍。MV。每个月一号。对。你知道呢？知道的。嗯。很重要。他想。不走。可以吧？可以。所以。来的。吃过龙山寺的时候，算命师。算命师。说我不要喝酒，所以一喝的一遍。我喝的时候，很是呢，生气。很生气。生气。不要喝酒。那怎么可以喝台湾啤酒呢？啊，天啊！搞大。换可乐，黑松沙士。不要，不要，解不了味道。就今天，就今天。好，可以喝。很暗呢。那最后我们两点，两点，两点，两点。谢谢珍珠奶茶。你喜欢的幸福的感觉。先忙话题耶。为什么你喜欢我的影片？因为你很认真。哦，不是搞笑吗？搞笑第二，第一认真。哦，真的吗？很有活力，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哦，很鼓励我。哦，开心呢。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说，开始的时候，我拍更多偶像的纪录片，不过有点有趣的地方比较少，所以。如果想混的话，搞笑的一面比较好。从 YouTube 开始的时候，很多烦恼，唱歌的一面，演技的一面，不太多音乐率。我觉得大家开心的话，我就 OK。但是我也有想拍的一面。很难呢 ，YouTuber 的烦恼呢。粉丝的话，三元开心，粉丝也会开心。哈，所以可以拍你喜欢的，大家也喜欢的。只是考虑怎么回哄，最开心看徐刚我的表演会。因为我想去台北小巨蛋表演，在台北小巨蛋的时候，唱歌很重要，因为15000人看三眼，很小三眼，不过声音很大，所以唱歌很重要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嗨，大家都知道你的努力。所以你会红，会红。三元是才貌双全。才貌双全。看，才貌双全。什么意思？长得很帅，又有才能，就是才貌双全，都有。哦，才貌双全，才貌双全，
约会的感觉没有呢。没有吗？有吗？还不错啊。还不错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，感谢。那以后也继续支持我。没有问题。谢谢。谢谢。帮我一下。谢谢。很辛苦吗？辛苦。不好意思，今天遅れて。お疲れ様。没有 ending。没有 ending。对，偶像不累。偶像不累，嗨。在这里，分别。分别。分别。一、二、三。欢迎。有感想吗？非常辛苦，非常开心。继续亲自我 OK 小巨蛋见，难过的全中奶茶全中奶茶。